今天是电力工会的60周年。那么正如我刚看的，我们是60年，正如刚刚熊李阳、熊小姐，那么对一个人啊而言，扎根雄厚的稳定的一个根基。那我记得前段时间呢，我陪的各位贵宾、各位女士、各位先生，大家午安，大家好，午安，院长好，很高兴。我想参加台湾区电机电子同业工会成立60周年的会庆，以及第20届与21届理事长的交接茶会。刚才，诚如我们所敬爱的徐理事长谈到电电工会已经成立一甲子，他不仅见证台湾的经济发展，同时也见证台湾电机电子产业的演进。在徐理事长卓越的领导之下，向工会、向政府提出了很多很多宝贵的建言，让政府的施政更能够贴近我们业界的需求，进而促进经济的发展。我在此特别表达我内心由衷的感谢。